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一连好几集，师父为我们说明观十二因缘法。那么到目前为止呢，师父已经告诉我们如何观行、观事、观名色、观六入以及观触。不晓得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？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好明白，有的时候就越听越迷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我觉得观十二因缘法对我来说好像真的是蛮有点困难的啊。那么上次师父讲说，观触是观我们六入跟六尘或者之间他们的关系。对，接触的关系。接触的关系，对。那么接下来呢？如果接触的关系观了以后呢，接下来就观了接触以后感到的受，也接触以后这受是什么？受有苦乐忧喜舍，这是我讲过的。是。那不可能同时啊有五种受，可是呢，从这个佛法的观点来讲，不论你是一种什么受，都是苦受，它的结果是苦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你任何受你把它当成苦受，观受是苦啊。那就是说接触以后，接触的时候啊，接触以后你所得到的反应，心里的一种反应呢，不管是什么受，快乐，比如说你口渴的时候啊，喝水，或者是呢夏天吃冰淇淋，或者是吃西瓜，或者是呢吃美味的什么点心，或者是你看美味的这个看这个美妙的一种景色，这是赏心乐事，应该是很好的。可是呢这个本身呢就是一种无常，也看到是坏苦啊。那所以说呢，看任何一样东西，接受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啊，都把它当成了苦来看。这个不会让我们消极，而这是让我们更积极，就是说这个不需要贪念，但是呢如何的呀让我们增长智慧而减少烦恼，这个是呢这观受。观受以后呢，受下边就是爱啊。是因为你观受是苦，你知道那个是苦啊，那所有一切东西你不会贪着，你不会贪，也不会，不需要啊，去争取啊，贪得无厌呐，不会了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是一个苦的一个结果，那我们对生命过程之中所遇到的任何东西，不会说我啊，这是我永为己有，我永为己有，永为己有也是苦，那干脆就是说任何一切现象。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我不需要一定啊，就非要占为己有。其实没有一样东西可能占为己有的，连自己的身体都到最后还是要放下来，就是暂时拥有，也不是真正的自己所有。是我们身体是地球上所有的，不是属于自己所有。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借用一下。对，借用一下啊。那所以说呢，那下边就是这个是不会这个观取啊，观取的时候，那就是说。实际有所取就是烦恼，希望要取也是一种烦恼。那知道那是烦恼的时候，赶快放下，赶快放下，那还是把自我中心把它淡化，把它那个弱化自我中心，淡化自我中心，那个取强烈的话，自我中心就非常强。取下边就是有哎。是。哎，因为取什么？我们，往坏的方面想，就是造恶意。你造恶意啊，就是贪得无厌，让人家受损失，自己的利益，而自我中心呢越来越强，这是一种造的恶意。造恶意，我们就取得的呀是什么？取得的将来的果报。那有就是有将来的果报，就是那罪报了。那取善意也很好啊。善意就是说我要做好事，是做好事的目的，我是要付出，付出的目的是为了希望啊我下一生能够啊过得更快乐一些，或
或者是到天上去享福去。嗯，那这种显法就等于说我现在多赚一点钱呢，放在银行里边，等我养老的这个老了之后啊，是可以退休的时候啊，可以用那笔钱呢作为养老金。那在老的时候就把他这笔钱慢慢的用，慢慢的用，用到最后越来越用越少。所以福报，你如果是以我的心来造福的话，那是有限的福报，那是用得完的，用完以后你的福报也是没有了。所以是这个我们呢取下边就是有，有的是什么？有福报，有罪报。是，那罪报呢也可以下一生就要兑现，福报呢也可以下一生兑现，有的不是，有的这一生就是兑现的。嗯，我这个生命的过程，从生老病死这个生命的现象，其实就是个果报体。从哪里来的？从前一生到这一生之中，前一生到这一生之中，前生带来我们的有到这边来，对，到这边来以后呢，我们有不断的继续的造业，是继续的造业呢，又是有，有前生的有，再加上这一生的有，那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生到老死为止之间的呀一个事实。那如果说我们肯定了解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，那我们心中呢就不会这个得的时候不会觉得兴奋，失的时候不会觉得懊恼，当我们健康的时候不会觉得骄傲，当我们有病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不会觉得烦恼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也是当下就得解脱了。所以是呢，十二因缘目的是要我们呢观到离苦得乐。十二因缘本身就是一个苦，本身就是一个围绕着一个苦，苦从哪里来？苦是从观念的不正确，行为的问题，就是活亦苦。是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观十二因缘法呢，是从浅的方面来说可以减少我们的烦恼，从深的方面来说呢，可以使我们得到解脱。所以呢，这对我们的观念的启发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